古希腊掌管某某的神，是在当下中国年轻人中流行的一种夸赞方式。由于古希腊神话中有掌管各种事物的神，现在被引申为在某个领域突出时夸赞别人的流行语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古希腊掌管某某的神这个词吧。古希腊掌管某某的神，指某人在某一领域的技能很突出。比如吃饭吃得香，就可以说古希腊掌管吃饭的神。拍照拍得好，就叫古希腊掌管拍照的神。夸人的时候，就可以夸他是古希腊掌管某某的神。他走路怎么不慌不忙的？是呀，马上就要迟到了。他可真是古希腊掌管松弛感的神。他走路怎么不慌不忙的？是呀，马上就要迟到了。他可真是古希腊掌管松弛感的神。今天，古希腊掌管某某的神这个词大家学会了吗？希望大家可以活用起来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